日前，彰化农田水利会与民间乡桐园圳头举办中原普渡法会。桐园圳是南投市与民间乡主要的灌溉水圳之一，对当地农民相当重要。议员尤宏达饮水思源，每年都出席为农民们祈福。好，咱伫咱这里吼，桐园圳的圳头啊，就是伫咱啊民间乡咱的芦水村吼，伫咱芦水溪这个桐园圳圳头这吼，来举行着咱台湾省彰化农田水利会。啊，这个七月庆产中原的这个普渡，会使讲是咱水利会一大盛事吼，祈求咱来年咱的农民啊，甲咱的做事的这个啊各区园，拢会当非常的顺利，会当来五谷丰收，啊会当来造成经济效益。所以讲这条船的重要性非常的大吼。桐园圳灌溉当地广大良田，是地方经济动脉的泉源。由彰化农田水利会吕会长带领之下，与同仁以及地方人士共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，造福农民。是那讲咱水利会一大盛事嘞，就是讲咱东湾村经过的流域灌溉，包含着咱南投市整个吼，甲咱民间乡，啊，甲有咱分乡吼，甲咱彰化，即所有济济乡亲农民，咱即农民朋友拢爱靠着这条船来做着灌溉甲农作物的这个饮水吼，所以讲这非常的重要。为了祈求水利工作顺利，农民有好的收成，每年中元时节都会准备丰盛生礼、四果、饼干、食物、金纸等等祭拜，祈求水源充足，才能让作物丰收。那么洪大今日特别来吼，啊开香参拜，目的就是讲咱啊饮水思源吼，是啊咱叫拢彰化农田水利会，啊咱的圳头就是伫咱南投县民间乡咱芦水这个所在，所以讲咱水利会啊秉持着过去饮水思源的啊这个啊惯例，啊甲着咱啊庆产中原普渡啊，都来这祭拜。大家虔诚的拜拜，祈求众好兄弟庇佑。议员尤宏达也期许，在众人虔诚的祈求下，地方乡亲都可以平安顺利。民新闻简玉芬民间采访报道。